早上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我们今天是星期六，准备收拾一下，带我公公婆婆去喝早茶。这个知道广州人就是特别喜欢喝早茶。现在我们准备去吃，有点太早了，现在才9点多。然后我们跟公公婆婆约的是10点半，他们就是真的是喝早茶。如果要是我的话，我就是喜欢下午，就是12点1点钟那样子，就属于喝，就是属于吃中午饭。但是他老人家喜欢喝早茶，所以我们准备收拾一下就出门。他俩最喜欢吃的猪猪包、糯米鸡。菲菲，你开不开心呢？菲菲，开心呐。小金猪是不是？好吃吗，姐姐？好好吃哈，吃吧。肠粉，还有炸两。羊米哈，我们吃完饭过来图书馆，他俩要借书，看一下这个图书馆，好漂亮的图书馆，第一次来。对，这个我们有一个那个地图，图书馆地图，你要去旧金山所有的图书馆去。领取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这叫什么？去领取贴纸，然后就是，然后贴在那地图上面。里面有什么呀，菲菲？Magnet 啊，你知道哈，是磁铁。刚游完泳，然后准备现在去唐人街，就是中国城去吃东西。它有一间就是三和，就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去吃，半夜开到凌晨2-3点。找家餐馆看看，我们这个大红灯笼，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丝巾，戴脖子上的丝巾。对，我们来唐人街找东西吃。全美第二大的中国城，看一下，人还蛮多的现在哈。哦，今天有活动啊。这边菲菲，看看，吃吗？三和老字号，啊哈，旧牌，以前的旧牌，但是这是新址来的。姐姐，这边，姐姐，这边，这边。我们记得20多岁很年轻的时候，哈，爸爸。晚上玩完了就过来这边吃饭，来看，进，来吧，走吧。东西很便宜，跟其他地方比的话。看一下，带我们吃什么？大碗的汤的，以前的味道。来吧，吃饭吧，桌子有点太小了。你要什么，姐姐？这个是那个芥辣，它这个肠粉配着芥辣简直了，一绝，好吃，好吃是吧？嗯，真太多了，我们菲菲吃，饿了菲菲。这个是那个牛腩干捞面，特别好吃，然后一个炒面，小朋友，我老公这个粥好不好喝？挺好，挺好哈，还是那个炒粉最好。星期天本来约好和朋友去那个万圣节那个农场，就是 Pumpkin Patch， 然后我女儿一早上起来不舒服，她有点头痛，然后刚刚吐了，所以今天就要取消了，我们今天就要在家里休息。买了一袋这个卡子发卡，他们可以上学给他们的好朋友分一下，因为他们俩的好朋友都说给他们一点小小礼物，就买一点这个给他们的好朋友。打开吧，菲菲。好。哎呀，这裤子，小女子不能要，都要穿到了 crisscross applesauce， 菲菲。这个，妈这边。那你打开这个吧。啊，挺可爱的哈。哇，妈妈 ，Can you say she can give me something like this？ 哦，酷。我们家姐姐她早上不舒服嘛，然后刚才吐了一下，然后现在就好了。
因为他呢就是像我们家有什么活动的话都不会提前跟他讲的，因为跟他讲完以后他可能就比较兴奋，然后他就容易就第二天呢他就容易就是生病，也不是说生病吧，就可能是太兴奋了还是怎么样，就容易头痛啊或是恶心呐、啊，但是你看吐一下他就好了。所以呢现在我们准备要出门带他们俩去，然后又和我朋友约了一下，现在已经中午了，所以要是去南瓜厂的话应该有点晚，所以我们准备约了去游乐场，带他们去游乐场玩。孜然羊肉特别好吃，我们酸菜锅的爸爸弄的，哎，放这边吧。好，谢谢。有我的肠粉呢。现在给你吗？一会儿要，现在要。一会儿要。菲菲呢？一会儿 ，OK， 那我再放回去吧。刚刚去看了牙，刚刚去看了牙医，这现在嘴打的麻药，这边鼻子、嘴这边都是麻的。我上个星期吃的那个包子，我公公包的包子，然后有一个鸡那个骨头忘拿出来了，我一咬，然后那个以前补的那个牙可能它就那个就磕了一个小口，然后今天去补完了以后，我现在又去看那个看耳朵，因为我每个星期都有学游泳嘛，然后这个星期学的游泳里面有水，然后回家就用棉签给抠抠抠，可能抠的太用力了，这个耳朵有点听不到。然后昨天去看的家庭医生，然后家庭医生就是给我 referral 去看那个专科，所以我正好我就赶紧打电话，然后约他给我挤进去，然后是今天有个 appointment， 所以看耳朵。到家了，我这耳朵没什么事情，现在又能听到了，就是我游泳的时候里面进水，然后那个耳屎就是都比较软嘛，所以我用牙签就是擦耳朵的时候可能太用力给它怼进去了，然后后来呢它就干了，干了以后呢它就屏蔽一样的东西就是给它屏蔽了，所以啊医生用那种机器抽，但抽不出来，因为我那个它的那个耳屎都已经干了嘛，所以他用那种就是特殊那种夹子夹，边夹然后再边抽，就夹完了以后再抽，然后抽完了给我看真的是好多呀。现在，然后现在抽完以后，我这耳朵现在好了。冷不冷，姐姐？我们又来，哎呀，要慢点走。我们又来，是去年那个地方。有没有看到你的朋友？看看有没有朋友？我们先去找你朋友，走。先去找你朋友。
回了两大桶，我准备给他挑一下，带到上班的地方给同事吃，因为这真的是太多了，这个糖。我们哎，不要放里头，你为什么放里头啊？我们去牛肉粉啊，粉粉。嗯，还有7:30了，都已经。Thank you。我们今天去学校，学校有活动，然后那个参加完学校都已经7:00了，现在来吃那个牛肉粉。这家牛肉粉还等位等了10分钟，都已经7:30了，还老多人等位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虾饼，谁选的？我。OK。